中职六队持续在温暖的南台湾春训，休季更换总教练，由台湾巨炮陈金锋执掌兵符的富邦悍将，除了改善球队去年平均打击率2.47%和53发全垒打，两项都在联盟垫底的打击数据，更要从团队现有的优点出发，尽可能将武器最大化。我们速度比较好，那我们希望以速度来比赛这样子。去年蛮多失误的嘛，跑垒上一些失误，打击上那个击球上确实飞球比较多，那就是希望借着这个春训来改善这些问题。悍将去年114次的盗垒成功是五队之冠，也是唯一盗垒成功上看三位数的球队。林哲轩、李宗贤都挤进联盟排行榜的前五名。另外推荐的快腿还有申浩伟和小跑车叶子庭，生涯四度拿过盗垒王。39岁的学长王胜伟更有自己一套观察投捕、发动盗垒时机的心得。而去年以80次盗垒成功排在联盟第二的魏全龙，阵中更有许多具有脚程的小鲜肉，林孝成、李凯威、郭天信、张振宇、达茂一样一字排开，都可以称作腿哥，也是今年龙队抢分拼连霸的重要武器。先前球队重训营操场和沙逊挥汗练跑的画面，年轻好手们咬牙冲刺。另外四队不能忽视的快腿还有王威成、陈晨威、陈杰宪、陈文杰等人，今年球迷不妨期待猎枪们速度战的比拼，谁能把自己的优势最大化，攻城略地。外屏台记者黄浩君综合报道。